黄翔的这个试卷本的东方大师呢，是黄翔这来到美国后这几年的四部力作。这四部力作呢，后面我们又有一系列的著作，就是说我们准备呢出黄翔的全集，就是说把他近50年的创作的这个诗集跟研究的文集都放在一起。六十一年一家子，对，就是说这四部书是《辽阔的心经》《人体极光》《天体之灵》《星际思维时代开始》这本书，这四本书是6月份这个我们在这个纽约正式出版，由昆仑出版社跟世界华语出版社两家出版社合起来出版。黄翔呢是1958年开始，就像这个米加鲁这个教授说的，今年是刚好61年，1958年到今年已经是一甲子多加一年，所以他写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大家也知道我大概几岁，我还没出生，差2年。就是说他这个写诗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到文革期间，到这个今天，这么60年来从来没有中断写诗。我认为呢，他是这个天生的诗人，所以我把李白的一句话改了，叫做天生我才必有诗。他这个诗歌是从这个他的内心里迸发出来的，是他这个就是天生的诗人，是性情中的这个诗人。他不光还是个诗人呢，还是个作家，还是个书画艺术家。而且大家可能对他的这个了解这个不多的时候呢，就是说还不知道他是一个文革期间呢在中国的是一个这个社会活动家。这个很多人到了78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年就不会再写诗了，很多人年轻人写诗是一种天然的那种本能，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这个写诗的时候就这个诗性就没了。但是我们这个才惊奇的发现，这个黄翔这个诗情到了老年，越到老年他的诗情越蓬勃。他说他自己这个写诗是一种无意识的创作。大家我们等一下可以请他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无意识的创作究竟是一种什么创作。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诗歌呢，是从诗的角度来说，他是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黄翔体。他这个黄翔体呢，再配合他的这个诗跟画跟朗诵表演，这个是当代这个诗人创作中间没有这样的情况的。他这个诗歌跟他的这个形体艺术跟他的这个绘画，把他的诗跟画融在一起，又把他的诗歌跟他的这个朗诵融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很希望黄翔今天能跟我们做一些这个表演，如果他的身体情况允许的话。这个这四本书的出版呢，我们第一套四本是世界华语跟昆仑出版社，我们还有几家出版社，在纽约的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其他两家出版社一起，四家出版社一起来准备出这个黄翔的这个全集，黄翔的这个诗歌全集。这个我们现在呢，这个其他两家出版社今天没有人来，他们从北京发来这个货词，我现在给大家这个念一下，这个龙出版社跟新世纪出版社的发来的货词。这货词是这样写的，他说黄翔是德高望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文学和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做出卓越的贡献。黄翔全集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对黄翔本人和海内外研究者以及热爱他的读者都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我作为黄翔全集的编委，很遗憾不能临场感受这种喜悦。我和洪金直在中国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在此我代表我们纽约新世纪出版社表示衷心的祝贺。这是我们另外的这个两家出版社，一共4家出版社联袂准备出黄翔全集，把这个消息跟大家透一下。这个我们现在就请这个黄翔，这个我们的这个主人跟我们说几句话好不好？点点滴滴能够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和同时的人见面，这是我今生
到此的唯一的渴望，没有其他的野心，也没有权力的欲望，我只是这种喜欢诗词画的性情而已。我创作本来硕士本文学作品，有机会在台湾出版，也可以免费，所以最后选择在多元文化兼容的美国出版，留给后人，留给所有的永远的中国人，不要断了自己的文脉，不要断了自己的文化文明的精华和自己死前的大智慧。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美国，他们选择我去匹兹堡当首位注释作家以后，曾经安排100所大学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们啊，没有文明与文明的碰撞，文化与文化的碰撞，我后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荡然无存。就像我早年，就是内心有的奥秘，连自己也没有发现，结果最后就带进坟墓里边去了。由于他美国的这种安排一碰上，我才发现我们的文明文化精华和史前智慧，用历史去使我一辈子理解不了的东西终于理解了。我现在告诉他，每个人告诉每个人一个事，我生长于湖南、江西、广东三省交界的乱山丛中，那个山不是三面，不是四面，叫做八面山，那里还有野人。祖父年轻的时候两只手带着竹筒进山，被野人一把抓住，幸亏竹筒啊统统跑了。后来祖父带着我带着丫鬟进了八面山，走着走着祖父不见了，丫鬟不见了，茅棚也不见了，吓得我哭起来了。这个问题知道美国人安排100所大学文化交流活动，我说欧美的时空观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延伸，我们是立体交叉的多层时空。你置身于此时此刻时空的当下，又寄身于隐形时空虚道，而你默然不知。所以我这些就是在吴简书和之前的诗词画大型艺术工程叫做东方独唱。我是从1980年认识黄翔，到这个到这么多这么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我见证了他的这个创作的脉络，也见证了这个这些文化就是文化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学者、诗人、朋友，对他的这种文学创作现象的研究，所以说这里面我有收集了大量的这种资料哈，就是所以说我才有可能去策划和大家这几个出版社配合去进行这个出版工程。我们就是出版的黄翔全集，有想把他的那个诗歌卷、散文卷、小说卷、传记长篇小说，还有他的艺术类里面有他跟艺术家合作的这个几个系列，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大型的系列，包括他的这个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里面所留下来的这些图片、书信，我们都可能会把它整理成这个各种种类的作品出版。同时呢，在这个黄翔研究文经里面哈，我们有要出版的系列里面有传记、回忆录、还有这个评传，光是黄翔文集可能就会收集的材料里面就已经有，就是可以出版这个就是黄翔文集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里面有国内的学者们写的作品，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这些作者写的作品，所以说呢，总共加起来的话大概有40多本，
希望这个三年的计划能够顺利的完成。在做这个工程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得到了这个就是几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像世界华语出版社罗伟年兄简直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搭档就是说给我很大量的支持，就说很多的这个细节啊，就是都给我就是进行探讨。同时呢，我们还有新世纪出版社和龙出版社跟我们配合。我们现在下一个系列是传记，传记系列已经在编撰之中。希望不久的这个以后就会跟大家见面。今天就讲那么多哈，谢谢大家的光临。我是皇后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的主任。那今天邱馆长因为有事情没法参加，但他也是转达对这个新书发布会的祝福。那这个新书发布会呢，我们叫华裔作家新书发布系列会发布会，是由我们皇后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和法拉盛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今天已经是第38期了。我记得上一期是米嘉璐教授的发布会他的中英文双语诗集深呼吸在三楼的教室，他今天也在场，所以我们这个新书发布会是越办越好。我记得我们当初创办的宗旨是为我们华裔作家提供一个宣传其著作和写演讲其理念的平台，那并且为皇后区的华人文化交流活动增加新的活力。自2016年创办以来呢，我觉得可以自豪地说，是办得越来越好，已经成为一个我们皇后大纽约地区的一个文化品牌，也是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不写诗，所以我不敢妄自评论黄翔老师的作品。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在座有很多的大师们文学作者和诗人们会有很精彩的评论。我知道黄翔老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诗人但又是一个真性情的那个老顽童。我有幸欣赏过他几次的诗朗诵，非常的激情澎湃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给我们朗诵但是呢，就是我记得张明老师说过，自由精神之笔也是有间气的，他说过这句话。所以说，请让我以主办方皇后图书馆的名义来预祝今天黄翔老师的发布会会成功举办，然后也请允许我向黄翔老师这位真正的诗人剑客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不打算致辞，因为大家如果去年来过的话，当记得我在现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致辞是一个很无聊、很这个，展现缺点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为了表达我向黄翔这个诗大神的敬意呢，我觉得我来记着去年的这个脚步，也应着张琳给我的这个光荣。我来朗诵一小部分黄翔的这个诗。这个一小部分呢，我要从这个注解开始。当然呢，我也代表纽约州众议员金对熙送上他最高的问候。他的父亲就是健康上面有一点小问题，所以他在立法之余呢，今天要照顾家人。但是我相信我是金对熙众议员办公室里面能够派得出来有资格站在这里向各位献上敬意以问候的人，杨爱伦，感谢您。这是这一本今天有5本成册的，都有黄翔签名的送给大家，所以呢，你可以猜猜看我是要念哪一本。在这个诗之前呢，朗诵之前，我讲个很简短，就是黄翔大师他自己所做的一个注解。他的注解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他的发迹。对了，即使您被中国作家协会开除了，我恭喜您。如果当年他没有开除您的话，你今天不会能够成为世界作家协会的灵魂人物，恭喜！您在这本书里，谢谢，掌声热烈。这是东方大师的第四卷里面，黄翔是这样写的，他说：“民主墙对我而言是诗，是穿越时空的无人一体思维。”在社会层面上，
是超前思维，在宇宙背景上是星际思维，绝非浅层时空思维的认知与运作。这是他的解说。那这个诗的本身是怎么样的呢？让我听一下喉咙，很虔诚的、很尊敬的来将黄大师这首诗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朗诵。血肉之灵中的天人互渗，是天地人混沌周一的宇宙人体，非孤绝与自求于人天两隔的现行延伸。不是咖啡屋，不是茶棚，也不是山光水色中的楼台亭阁，而是我的居室，我的诗屋。它在何处？建筑何时空？在一首诗中，在一幅狂草书法与绘画中，在一杯咖啡形色味的气韵中，在一壶茶的有待品味的东方闲情隐逸人生中，还有茶色中的禅意，竹林的喧嚣与摇曳，深山大谷与小山丘的大小深浅不一的倒影。纵使杯中的咖啡与清茶一吹而空而尽，一张大木桌，一节大圆木的坐凳，四周晨明淡露，晨光夕照中的岁月的投影依然，直到你渡出山居诗屋，走上铺石小山径，每一个日子的清光与尾韵，在天命朝前延伸中依然。谢谢王强。谢谢大家。我们黄强的最先的认识是单方面的，是在民主桥，大概是70年代的末，我在民主桥看到他写的大字报，所以王强这个名字就印在心里面。那时候在中国很少人那么关心人权、关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问题。黄强后来甚至一生都为这个奋斗，他不但用他的诗，也用他的行动。那真正跟黄强接触是他到了美国，他们就当然就很容易就很熟，因为我已经很知道他的情况。那黄强跟我有，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和黄强一起。我因为那时候很多这些为人权奋斗的人呢、到了美国来，都需要去办这个身份，我都是陪他们去办身份，替他们做翻译啦什么。那每个人都很简单，两次三次就一切完毕，黄强20几次还没完。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律师听了第一次以后就发呆了，对了，黄强第二次去听他笔记也不记了，第三次他就越听越起劲，一直提问题也不管了，结果就最后他居然找了一个拍纪录片的来了，《Documentary Film》的来了，那这个人就开始跟他拍片子了。我希望他再做吧。是啊，然后就这个电影，这后来拍出来的这部纪录片，在这个公共电台也放映，然后还得了奖。那我当然也很高兴，也跻身做了一下配角。所以这是我跟黄强在交往里面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他这种奋斗的精神，人家听了都很快的都会认识了。但是像这样的人，我刚才听他讲话，他含着眼泪说他要回家，这么简单一件事想看看他都变成很困难。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真的是很苦很苦命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现在世界观也变掉了，我选择我喜欢的国家就来做，我就做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就是我的国家。我们喜欢一个国家包括一切，那我们喜欢一个国家，我们可以讨厌他的那个现在在那里等等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分开来看我们自己怎么想，所以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们自己。
不要太执着在这艺术。我觉得黄强将来继续奋斗下去，虽然他说他现在名字也不记得，刚刚每个人也记得，所以应该没有问题，还可以奋斗很久啊。我呢就讲这么多，也不讲了，还有很多人要讲话。谢谢。我的那个师姐呢是37年啊，卧虎藏龙。我上个星期天讲的，我从来没有投过诗，投过稿，我就自己写。然后呢，到了，觉得我已经56岁了，我觉得可以了，我就把它出成《深呼吸》。那我是37年哈、哦，那跟我们老英雄比，这个61年的话，这个真是什么都不算啊。我们是在这个黄翔呼吸下，大呼吸下。成长起来的小呼吸，呵呵，所以这个实在是很这个不敢在他面前说我们是深呼吸，他才是真正的深呼吸，我们就是真是浅呼吸哈、啊。我们哪怕呼一点点，他已经在他的这个大呼吸里面，我们已经这个感受到了他的这个气运，这个宏大的天云之气哈。啊，这个我跟老英雄见面呢，这个真是也是很有缘分啊。那我2002年的时候，我在报纸上在看，说这个有一个黄翔，这个我都在知道。我在读北大的时候，我的老师他们谢冕了，他们都是讲黄翔啊，这个杀到北大呀，这个呆学呀、啊，这个中国这个爆炸呀，心体大炸呀，把谢冕老先生吓得说：“你赶快走吧，我们有人来监视我们了。”对呀、啊，等于是我来美国之前呢，我就知道这个黄翔，然后我在报纸上看见有黄翔，我说哇，居然就在纽约，然后我就马上在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哈、啊，我就找到那个张林的这个缪斯的这个那个联系方式。我说好，我说哇，这个黄翔老居然在纽约，我说来我们学校朗诵吧。这个2004年啊，哎呀，真是人生奇妙无比。2004年，我们老英雄这个黄翔这个就到我们学校来朗诵。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啊，这个美国学院呢，它是很正规的，这个朗诵呢就不叫朗诵哈、啊，他就坐到这个地方就读文本哈、啊。这是 workshop， 就是作家班培养出来的人，在美国大学教诗歌的 creative program 创意班哈、哦，都是这个叫工作坊，在工厂生产出来的，他们都是温文尔雅，绝不会这个声音拔到很高，或者是很这种表演性的。所以黄翔2004年啊、可能时间不够，这个讲几天讲不完啊。这个黄翔2004年来我们学校待了3天，在历史系，在我们英文系，在我们学校有古筝伴奏。我们学校在我们那个英文系那个楼下这个朗诵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那个作家班的诗人。听他朗诵以后下来给我讲，哎呦，我一身都在发抖啊，这个是这个今天晚上可能要失眠了就。这个从此以后呢，黄翔在朗诵完了以后呢，就你们邀请我们有空各位到我们的 College New Jersey， 在新泽西呢不算普林斯顿这么有名，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的文理学院，所以非常好的，我们托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名字，所以呢他现场就很长一幅条幅，黄翔还记得哈、哦，一口气用大笔挥下了，写了这个老船长，中国的惠特曼嘛哈、哦，然后这个我是狂醉不饮的怪兽，是不是？反正 anyway， 狂饮不醉，对的。所以他写完了以后呢，就放到我们英文系，英文系好不容易把它裱起来，现在成了我们英文系楼下的一道风景，每一个人来都要看。然后我专门把它翻译下来了，还有照片放到旁边。所以2004年15年，哇，真是啊！那后面呢？基本上每年，那因为我自己，凡是来纽约的诗人，我都请来。所以黄翔呢，基本上每隔一年哈、啊，都来我们学校朗诵，是我们学校最有名的中国人。我什么都不是，
哇，这是黄翔，有人还在问你什么时候才把黄翔请来啊？我说哇，好啊，我们就所以说那个黄翔这个跟我的渊源还会讲很长的哈。那我最近呢，这个以前呢黄翔的事我都看的，然后呢，我自从写了那个文章以后呢，因为学者都是有计划，写完了以后就把他的书放到旁边不看了，我说今后再看吧。好，我突然发现哇，又有这个四本书，然后又有一本专著，张林说你看看，赶快看看吧哈。那我呢，原来黄翔的书我都读得非常烂熟的，基本上都非常熟，文本细读，每一个字都标的有注签的。我拿着这个四本书一看，哇，真是电击一般啊，这个是震撼啊，不得了。这老英雄78岁了，真是哇。这个书就是完全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是完全是天启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四本书你从它的这个意识来讲，写作意识，从它的文体，这个基本上就在中国现代文学里面基本上没有找不到同类型的。像高新建诺贝尔奖呢，他看到这些基本上叫莫言，这一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惭愧了。这个真是不得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四本书的话，就是说你要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大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只能用什么书可以来比较呢，但丁的这个神曲，这个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尤尼西斯哈，这个那个或者是芬尼天守魂，这个中国比如说屈原哈，这些就是说是非常通灵性的这种这种超越这个意识写作语言的，就这四本书你看名字就是真是不得了的。这个黄翔他就是完全到了这个一种境界，说我每一个人的语言呢，你知道就是谁说语言呢，其实不是你说语言，是语言说你，因为你要 follow 很多这个语言的规则，语法呀，句法呀，这东西 right。 他这个四本书大家有空看一看，全打乱的，不但是打乱这个语言的这个我们约定书成的这个 cliché， 就是我们该说什么什么对呀，合乎语法呀，然后呢他这个完全打乱，颠覆也不叫颠覆，就是说开启一种新鲜的这个语言。往往我们说一个作家他的语言非常的这个好，就是因为他我们一看就有冲动，一下就感动，他是很新鲜的。说大家看这四本书的名字就不得了，天启之年，人体极光，然后辽阔的心经，星际思维时代的开始，这整个就是 sci-fi 哈，这个科幻，超级大科幻哈。就黄翔这个，我们讲，其实黄翔的他的诗歌从58年开始写是61年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现当代的一个精神史哈，中国社会的精神史哈。徐老兄最知道哈，这个精神的反映我们精神的哈，你从那个那个反右文革。那个民主墙到六四到海外漂泊这一段，这个他的这个我们整个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都在黄翔那里面可以找到。而且更重要的是，黄翔这个他的这个诗以前的都是我们的心灵史，就是我们心中要想的、梦想的、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折磨、我们的非常这个屈辱的历史、挣扎的历史、期盼的历史，都在里面可以找到。但是我在想，就是说，你看这四本书里面这个题目，真是它是只能用三个大字来形容：大气哦，它突破大的空间、大的时间。然后当然黄翔这个呼吸也是很大的哈，这个他这个大气，你读这四本书以后，你感觉是就像练到一种这个一种元气在你的身体里面要爆炸，就说你这个元气 primordial 这个 energy， 这不得了的，这是哈。我们很多人读文学都要死掉的，这个是吧，没意思，就是很枯燥的。大家可以不信，你一定比你吃这个多少这个高级滋补品药的话，这个绝对是一种大气，一种元气充满灌注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灵魂里面，它这个气
是完全饱满的、充盈的，而且是生动、这个膨胀的。这个78岁啊，真是不得了。然后呢，它是一个大宇宙啊，这个大宇宙意识。原来黄翔关注中国人啊，关注民权啊，哎啊，这要去咆哮啊一下，要去争民主、争自由、争正义哈的中国呢，这是为政治、文学为政治，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你看现在这4本书，黄翔已经突破民族、阶级、中国人、外国人，他就是一种大宇宙意识。他常常讲了，我天底下宇宙下的一个人，这是他前身啊，宇宙下这么一个人。现在呢是一个人的宇宙，你从黄翔这4本书里面，你就会看出宇宙的整个的运行，它是一个大宇宙。这个大宇宙里面呢，就什么意思？他就是把这个一个宇宙玩在手中滚动，这是他的原意哈，在手中滚动。所以他在这创造极度狂喜中，他这个达到这种超越这个国界，祖国算什么，是吧？原乡算什么？黄翔，不要想到你说，哎呀，回不了原乡了，哎呀，我的书在原乡，在中国一本都没有出出来。但是，星际啊 ，planetary， 宇宙星际。你安一个天眼呐、啊，中国人很快就收到的。对呀、啊，那个微信很厉害的，这个北极星嘛，叫北极星，他们都可以收到的。现在你就是你这本4本书就是向空中发射的超级这个telecommunication satellite 啊，这个叫这个这个叫卫星，超级卫星，全球辐射下来都可以接收到。一通电，关键是他们一通电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你的这个能量辐射在里面。那大宇宙下面最后一点哈，大宇宙下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黄翔，你虽然下面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呢，大宇宙下面是一个大的灵性哈，灵性开悟。这4本书大家要看哈，不要看我的东西哈，这个真是全理性的分析的论证的啊，这个西方的这些东西 ，Miss Miss， 看这4本书，大家都知道哈，真是不忽悠你们哈，我跟你讲哈，它是一种大灵性的大彻大悟的这个爆发，这个完全突破语言的意识的临界的，这个灵性要开悟，你才能突破所有前面的东西。所以这个他的这个大灵性就是通灵诗人，这个大通灵诗人，我们叫南波讲的哈，这个语言讲感官、色彩、天地、无字、暗无字、有形的、无形的，来、right? 中国的、西方的、这个古代的、现代的，黄种人、黑人、非裔、这个拉丁裔，在黄翔在4本书里面，大家一看哈，这是。重新回到混沌一片，这个混沌一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分家，我们全人类都是一家人。他已经不再是黄翔，我也不是米家禄、米家宴，但是呢，他这个里面的开悟就是达到这个我们所谓的乌托邦的最高境界，人类不分彼此，生来阴阳，阴阳同体，雌雄同体。所以这个不得了啊！这4本书，这个我一看就电击到了。我说哇，真是很残酷啊！老英雄，2009年是吧？这个后面还讲的更长了，那个身体的问题哈。但是就是说他2009年得一个病，中大肠癌手术，我都知道的哈，差点过去的。啊，我要讲很重要的，大家有得病不要放弃哈，不要灰心。这个我们老英雄2009年大肠癌啊，差点昏过去的哦。但是呢，你知道人生就这样的哦，没有这个不要放弃。但是呢，他通过治疗，通过信念，但是他打通了他的天眼，第三只眼睛洞开。2009年到现在哈、哦，他这个第三只眼洞开以后呢，这个天眼洞开以后。
他已经完全超越小我、大我、宇宙世界、法拉盛什么纽约，这根本都不算什么。物质的边界、语言的边界、意识的边界，都根本都不算什么。大家，我不骗你，大家看这个书你都知道，真的没有办法解码 decode， 真的没法解码，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研究这个可能就阐释，真是很难的，用原因源来阐释他的这个四本书里面，真的很难阐释哈。这个，那最后说两句，就是在这个背后，我一直在想，我昨天晚上在想，我说背后支撑黄翔的，给他这么大的能量的是什么东西？78岁了哦，我才56岁，我写这么区区小东西，跟他比简直是什么都不算。就他是什么样一个东西来支撑他，给他不断提供这个大智大理性啊大气的东西呢？我自己对他这么多年的理解呢，就是大信仰，他就是后面支撑的。当然有缪斯，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信仰很重要的，这个信仰信念哈，就是说他相信诗可以改变世界，二他相信诗的美可以转化世界、升华世界，他可以相信诗的革命可以让我们大家在一起成为幸福的人，成为完全充满灵性的人，所以充满爱的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能达到他这个境界的，大家数一数，就佛祖 right yeah， 这个或者是启示录哈，我还没讲到圣经这个书的，大家有基督教基督徒的哈，你们读圣经的启示录，这就是黄翔四本书的整体风格，就是圣经启示录的，那不得了哦，这是不得了。那最后呢，我星期天上个星期天黄翔朗诵了我的这个诗，为我朗诵，这个实在受惠。但我今天呢，要把这个诗呢，很短的一首呢，回赠给黄翔。这个诗呢，我写这首小短诗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心中的这个影子呢，我心中的吉利的那个形象呢，就是黄翔。这么多年哈、哦，那这个诗呢，就是诗人哈、哦、啊，大家都知道我继承黄翔的衣钵哈、哦，这个诗歌朗诵这个很短哈、哦，很短，这是向黄翔致敬，因为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跟我们老英雄，向我们老英雄致敬，致以最崇高的我们作为忠实读者的文青，老文青、小文青、女文青、男文青、老外文青、中国文青的，给我们老英雄的致意哈，崇高的致意哈。这个诗人策马千里迢迢，于大道尽跑，呼吸迎风扑面的颤栗，那是缪斯的呼召。缪斯，诗人耕作千山万水，散播奇幻的粮食，打磨天堂口的陨石，那是大地萌动的脊梁。诗人练剑，日复一日，弓上逞亮的弦，反射持守者无畏的双眼，一轮天堂里的明月。这个作品里面，它是一种抗争的精神，它是怒吼的东西，跟屈原那种哀怨的东西，向皇帝表忠心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黄翔有屈原那种“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穷根究底的这种对人生、对世界的这种追求，但是我觉得他比屈原有高了一个境界，就是它是一种抗争的精神，而不是那种向皇帝表忠心的这种东西。黄翔全经里边，我仔细看了他的书，我觉得我只听两点来说。第一点就是他在中，他的我看中他的这种诗歌里面包含的这种哲学思想。他哲学思想是什么呢？我把它提炼一下，他在
东方大师第三卷的辽阔的心境里面，我给他提出了我的总结跟归纳是黄腔的哲学是一种活下来的哲学。这种东西我觉得我这东西说起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它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背景。这种背景我讲两点，第一点就是中国长期的哲学从1949年以来是一种矛盾的哲学、冲突的哲学跟斗争的哲学。现在黄腔反其道而行之，有一个最深刻的意义上，从哲学思想上最深刻的拨乱反正，它讲究的是一种活下来的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在最近你们在海外比较久了不知道，实际上这种哲学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在最近二三十年呢已经形成一个强劲的这种思潮。我觉得中国的哲学界的主流里面也讲究这种叫做活哲学或者是活下来的哲学。我觉得黄腔在海外生息那么久，但是实际上它跟中国思想都没有脱节的，它是跟国内的这种哲学的主流是不谋而合的。所以黄腔在东方大师第三卷里面他是那么说的，他说世间的两极如天空和大地，太阳和月亮，白昼与黑夜，肉体与灵魂，男人与女人，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为超越的，而是处于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两种互相相异的乃至分类的冲突的东西是我们世界中的表现。这里的世界不是我们说的世界，是用视野的界限这种意思。冲突的东西、分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这种世界中间的是一种表现，是我们头脑中间幻觉和观念强加的东西。就是表面上世界是一个就像所谓矛盾，毛泽东在矛盾里面说到的充满了冲突跟矛盾的东西，但这次只是一个表象。黄腔主张东西实际上在这种我们肉体感官的表象之外，实际上是真正最本身的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活起来的东西。我们用这种活起来的哲学来看待黄腔这种思想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丰富的这种时代的这种含义的。这是第一点，因为他的思过是很丰富的，我只归纳出两点着重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从黄腔的诗里面能够看出来，黄腔对于语言在艺术人生世界中间的这种中心地位，它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跟一种比较准确的解释的。他在同样是在东方大师第三卷辽阔的心境里面，黄腔是这么对阐述他的语言观跟语言哲学的。语言是行动的外化，而行动是另外一种语言，行动的语言遍布人体和生活，也走入影响和独处的空间。前者为不动手，不动与动，后者为动与不动。所以语言不停留于一种形式、一种象形、一种口头的或文字的表达，而是浪迹天涯的生命的整体，不局限于地域，不自求于有限的时空，它是混沌的清醒，智慧的澄澈，纯粹的语言，时光是无言无语的黑暗之境的投射，彻照众生状态的生命本相之奥秘。这意思我想阐述一下这一点，因为我对20世纪的哲学是有一定的研究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的时候，哲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向，我们把它叫做语言的转向。哲学它实际上是不研究宇宙跟世界的这种物质性的生成，也不研究人知道些什么东西，人的认识的界限是什么，而把语言放在中心。我相信黄翔他不是像我这样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或者职业哲学家，也不是一个专攻语言哲学家。20世纪的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说过这么一个话，语言是一种生活的形式。另外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德国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大师也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跟黄腔我刚才引证的这种话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就是我发现黄腔虽然是没有处在哲学研究的这种职业地位的中心，但是实际上他对语言这种转向、语言的把握、语言作为文化跟思想的中心，这一点他是把握的非常准确跟深刻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点就黄腔不但是有汹涌澎湃的这种热情，我们不要看到他只是在我面前大吼大叫是显得很厉害，实际上他那种悟性，我觉得从我的研究来说，我觉得他是表现的是
非常之够的。所以我觉得黄翔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地位，我觉得是从这，我相信从我的这种体会里面是能够感觉到的。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黄翔，一位78岁的大诗人，漂泊异地，没有依赖他的国家，没有可靠的部族，甚至连归族的身份也没有。他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他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我说，黄翔是个男人，也是个女人，更是一个孕妇。她成天夜里挺着大肚子，不断的生产，生产后又怀孕，怀孕后又生产。她生育的孩子是知识，是智慧，是文明，是哲学，是天文，是科学，是社会，是万物，是宇宙。其实。其实他真正的艰苦，其实他真正的，其实他真正的家是宇宙。不日他的母亲是自由。我说黄翔不是人，不是仙。它是一种语言，一种先知的语言，一种宇宙的语言。在那写作中，它是不存在的，只有揭示意义的文字以及文字以外的意义。黄翔，他的文字表达是视线之外的风景，他的描述经典而细腻，意义博大深远，这就是点睛之笔。非常好的理想材料。他的写作采用空补一色，色补一空的技巧，也就是诸法空相与实相的圆融，是有形无形、似意非意的东方人满之是与非、无与有。在他一步没有移动的两刻，他心灵漂流万里，各个角度的视野同时出现，由于多元观点碎片的展览，用文字铸成3D 的诗歌，兼容和俯瞰世界，最后表达的是他走不出也走不进的梦里故乡。黄翔，一个不可回归的人，他的写作倔改读者有归家之感，而且比老家更有新鲜感，更有味道色彩。他的写作就是故土本身，通过文字他流入，通过文字他带入我们到他内在家园里的花园看花、池塘看鱼、客厅看电影，还有睡房看到的梦和醒，让精神达到饱和状态，也同时处于清空的状态。他思想的辽阔如同心境的辽阔，阅读他的作品也如同阅读心境。初初开始也许觉得枯燥凌乱，其实那是表象，如同我们的那个第一次有点生疏又刺激，到第二次、三次、很多次后，关系越来越好，感情也越来越深。黄翔是我第一个发现用 New Illusion 新幻想语言的当代的中国诗人。我最后要说明的是，当黄翔这个名字我提起的时候，代表的是两个人：黄翔和张毅。他们是一人两体。36年来，他们融为一体，共舟共济，同舟共济，水乳交融的奋斗终身。在张凌的世界里，他就是黄翔，黄翔就是他。
在黄翔的世界里，黄翔与张敏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他把这个宇宙的所有献给全世界。黄翔、张敏，在座的都见证他们美丽的恩爱、承诺、给予与奉献。那至死不渝的山盟海誓，山盟海誓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我为此骄傲。黄翔《东方大师自传》是让无家可归的心回归自然，回归宇宙，回归故里，回归自己，那是黄翔的长生不老之药，大家不要错过啊。我们都不要错过，赶快下场吧。真的要特别祝贺黄翔老师，就是你几十年的心血成就了这么一部煌煌巨著，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也是写字的人，这其中的这种艰辛跟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后其次，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张琳致敬，张琳向您致敬。那个他作为这个伟大工程的一个总工程师，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我觉得这套书真的是出不来的。在这里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俩的努力，就是为北美的这个华人 不管是艺术史还是文学史都添了非常厚重的一笔，是一件特别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前几天张琳姐跟我说你要给这套书写一篇诗评，然后我还比较认真的读了这四本，应该是五本书。然后我当时就，如果我不认识黄翔老师的话，我会说哦，这个是真的是人写的吗？这好像是一个偏外来科写的，因为它当中有很多那种特别神秘的那种来自宇宙的那个信息，就不光是地球上的。因为以前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开阔的人，就是我不会像别人那样说民族主义的情绪啊那种很强烈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活成地球人的样子，就是我们是天地当中的一个人，我一直是以这种的世界观来生活还有写作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的写作有时候就我比较想突破一些国家的民族的什么这种藩篱，然后站在人性的这么一个立场来写作。但是我觉得黄翔老师他的境界远远已经超于这个了，你不单是个地球人，我觉得你是以一个宇宙人的这个角度来写作的。所以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蛮震撼的。就是黄老师呢，我认识他应该是时间其实不长，2016年，就当时我来美国的第四年吧，就是两眼一抹黑，然后我在纽约的一个媒体做记者，然后张琳的学那个 ASA 大学有个艺术节，然后我去采访写作。一进来看到一个老爷子，这个鹤发童颜，穿着中式的褂子，然后特别热情地迎上来，然后跟我说这说那的。哎，但是我说，哎，这个老人家挺可爱的。然后我对他的，华纳茹对你的第一印象什么，你知道吗？有这老爷子话有点多哎，他会跟你说个不停，弄得我无法脱身。然后第二个还有个印象，喜欢跟女生合影，对不对？不管是漂亮的不漂亮的，哎，咱俩合个影吧。然后我也很荣幸的跟你合了一张影。然后我记得后来我是说，哎，好像我想了解一些什么内容，我说我想找一下这个负责人家里，他说，哎，那是我夫人啊，在那边。然后我就蛮常找，因为我在想应该跟你年龄比较匹配的夫人才对，哎，没有一个老太太，我说不对啊。然后他觉得在那说那个是我夫人，哎，我说妈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长得像宋庆龄，很有国母气质。然后而且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哎，他俩的爱情是个什么情况呢？然后后来我是听说他俩的这种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我当时我对张琳不是很了解，我对黄老师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就坚信，我就说如果两个人有这么一场纯粹爱情的人，就是他的人性肯定是特别充沛的，就是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感觉。然后后来是看了那个张琳的那个自传，就是叫荆棘冠冕吗，张琳姐？对对对，就是这个。哇，我当时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我们真的我觉得就是在当下中国吧，咱
咱不好评价美国哈，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人心啊，就基本就是当年我们80年代、90年代很坚守的那种美好的东西，在慢慢的崩溃，因为我们是完全的一个进入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就这样的爱情，我反正我是很难想象，我身边我也没碰到，然后我在美国我碰到了，我当时觉得很震撼。其实我真正被他们俩吸引的是他们的爱情，而不是黄老师的作品。然后是后面慢慢的了解了黄老师，还有看了他的作品，我包括我先生都特别喜欢，就是他的那个文字啊，就是那种气息，真的是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就特别干净，特别纯粹，就是没有人间的那种烟火气。然后我这两天看了黄翔老师的这种，你写的那个文章，哎呦，我就感觉什么呢？我就觉得我是在一个很平静的一个书法里面坐着，但我觉得底下好像山摇地动，就是那个岩浆喷发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激情四射，还有对人性那个美好了、啊、那种向往啊，那种坚守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而且黄翔老师，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干净的文字呢？因为我们老是说这个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就因为我觉得黄老师他首先是一个，就像您在文章里说的，你对权力从来没有欲望和野心，就是说一直是按自己的那个想法去活，而且是逆生长的，我就记住这个，就是越活越纯粹。我就说原来他是这么一个人，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文字。我就觉得特别好奇。而且黄翔老师他还在他的这个书当中构建了一个很可爱的词，叫清新岛，是吧何老师？清新岛，我就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耶稣就说的八福嘛，就是清新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必遇见神。我觉得黄翔老师他的文字为什么这么美好？因为他遇见了神。为什么遇见神呢？因为他是清新的，所以他真的特别有福气。接下来关于书的评论，我想好好写一篇诗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啊。然后我最后分享一点的是，就是说黄老师他在里面就说到了这个张玲，他用了一个比喻，我特别特别感动。说秋霄雨兰是吧，是我今生的浮木。当时我一个人在送，我眼泪嗖嗖嗖就下来，我特别感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那种爱情的经历，我觉得真的是从中国美国啊，我觉得好不容易。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张玲，我能不能一直陪着黄老师到现在，而且如果我是黄老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直坚持我的那种内心的那个纯粹干净，就不被这个国家机器这种强权的东西所打倒，我不知道，我真的没有完全的信心。但是他们两个做到了，我觉得他们不但是这种，就说作为诗人作家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我就是做一个人，就是做一个天地之间的一个人，我觉得给我们树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典范。所以黄老师，我用一句话送给您：天地之间一黄翔。好，谢谢。刚才你说的策展呢，因为我原来在南华东有个画廊，所以我原来就是在应该快10年了吧，我们在曼哈顿策展过这个黄翔跟他的一位美国艺术家William Locke 是吧，他今天来了吗？对了一个叫四季的群山这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也是很成功的，就是他把这个西方的油画和中国的书法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当时非常的震撼的，因为他把东西方文化完全的融汇在一起，因为中国的这个书法对西方人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尤其是像书画，我曾经开玩笑跟他们讲，他们拿着一个中国的书画，他们看不懂，对他们来说，这个张大千的画或者齐白石的画，就跟唐人街那个地摊画，他们没什么区别，所以呢，这个黄翔第一次把中国书法和西方的绘画融汇在一起，这个在当时呢也是一个创举。但是我今天呢想讲的呢，就是第一个呢，我刚才听了大家的这个发言呢，刚才那个谁走了，米嘉璐，米嘉璐这个，米嘉璐这个，他这个是我的北大小师弟，我刚才听了。
这完全糊涂的另一个方向。刚才说脱脱胎而出，我本来想跟他说。第二个，他这个他是我北大的原来小师弟啊，我发现他今天一口这个台湾口腔，这个台湾的国语啊，这个倒没有什么偏见啊，所以我这个也是一个惊讶。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感想，就是特别感谢的图书馆啊，图书馆提供这么个场地，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法拉盛啊。这个卢伟年写过一本书《法拉盛传》，他就提出这个法拉盛已经成为海外华人的首都，啊，这个已经是 capital 啊 ，capital of overseas Chinese， 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海外华人首都，我觉得呢，他刚刚提到还要提出这个我们这个海外华人首都不能够全是。什么中餐馆啊？现在这个法拉盛条件就是中餐馆一条街，它都有文化，它都有我们的文化交流的这个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图书馆，我觉得今天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精神交流的场所，我觉得非常感谢。希望今后有多这样的活动，因为我们现在我跟吴若一年还搞过一个什么纽约三人谈啊这样一个新媒体，另外我现在也在主持一些什么思想讨论会。这些东西呢，觉得就是活跃我们华人的这个海外华人的，这个作为一个精神家园，这个很重要，是吧？那么对于黄翔呢，我这个今天呢，这个我的感看呢，就是我想说的呢，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是一个叫国家依然不幸，私人依然愤怒，啊，这是我对黄翔的这个第一个。评价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黄翔，他天生我才必有诗啊，我觉得他的诗啊，从一开始就是应和了西方有一句谚语，叫“愤怒出诗人”啊，啊，愤怒出诗人，他的诗表达的这种愤怒，就是对我们这个国家不幸啊，这个国家不幸，私家幸，这是我们唐诗的一个传统啊。我们这个唐宋文化，这个是刚才黄翔这个提到这个，我们不能把中华文化的文脉断了。唐宋文化是唐诗宋词，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璀璨的时代。那么其中它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的核心就是对国破啊这个。有这么个叫做就国破山河在，是吧？有这么这种一种国家不幸的一种愤怒，一种表达。那么黄翔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就在民主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主墙的第一个先生吧，民主先驱的第一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说用一句话叫爆春鸟。他贴出了100多张大字报，这个是当时是非常震撼的。其中他就写的就是那个《火神交响诗》，这里面呢，我就想先在这里念一下。他当时这个《火神交响诗》里面的，就在1978年就达到这样一个思想认识了。我觉得是令我们现在，就是说他在1978年写的这首诗啊，我为什么刚才说国家？不幸，国这个依然不幸，就是说他在1978年写的这首诗呢，现在仍然可以在天安门的这个城墙上，或者在天安门的这个广场上，在长安街上，仍然就是说可以向这个中国人民啊，就是依然可以这样子，就是召唤或者呼唤。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千万次火炬的队伍流动着，像爆发的熔炉，像燃烧的海。火光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那就是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那是一座偶像，权力的象征，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于是在通天透亮的火光照耀中，人第一次发出了人的疑问：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尊王？为什么我们要对偶像
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和思想，可以说现在我们这个40年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国家依然不幸，这种情景依然存在。所以黄翔，我们看到他这件事的时候，那种激情澎湃，实际上表达了他是最内心的一种愤怒之心，对国家不幸啊，国难的一种愤怒，一种怒吼啊。所以我在前这个我们在今年上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因为孟浪也是我的好朋友，孟浪诗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搞过一个追思会，我称孟浪是诗歌战士。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呢，我对黄翔，我认为他是诗歌战神，是我们华语世界的战神，所以向您表示最大的敬意。好，我的意思就到这里。请分享我们可爱、伟大的老顽童诗人啊，这个伟大的诗人黄翔的心灵和灵魂，非常高兴。我这个说之前啊，我带了一个小片儿，也就一分钟吧，差不多。我做了一下，在90年代，黄翔跟他的夫人，张云的照片。这些苦难呢，就像一个熔炉一样的，把它本身就已经具备了的真性情熔炼的更加的纯之又纯，在他的内心达到了一种空无的境界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状态与宇宙天地就浑然天成。因此我们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全息的立体的概念。我没有办法把它定义成一个诗人，我觉得这个框架太小。诗书画哲学，其实中国的5000年的传统，真正的主流的文化绝对不是今天的党文化，真正的文化一定是天地人大的一个脉络，完整的循环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黄先生的这个力作当中啊，他就是讲天地人完整的沟通起来。在今天这样一个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铁幕下面，他能够把这种属于中国中华文明真正的人文精神，能够在苦难当中像风筝不断线一样的把它继承下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这就是为未来中国的人文精神提供了一种无形的这种传承，这种传承是很苦的，但是他做到了。其实这样的人是极少极少，所以我们要感谢上苍。谢谢大家。其实感觉是无语的啊，因为我呢来海外比较短，和那个黄老先生接触也很短。那么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很多什么问题啊？黄先生这个发声，这个诗人的发声，现在仍然还没有得到回声回应。就刚才前面大象也讲了，那么我对刚才那个荣先生讲的也认可，一个时代的不幸，他也造就了一个诗人的大幸。但诗人的这个大姓代表了什么呢？诗人，我早上还跟黄先生沟通，我说你就是社会这个保险丝，一定要保护好，只有你这个保险丝在，我们才知道社会存在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也引王国维先生一句话，就是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这个文学家和引领和穿越的不是一朝一代的问题，它是解决千秋万代这个文脉。黄老先生一直讲这个文脉的东西，文脉不要断，文脉一定要延续下去，一定要传承下去。那么这个文脉当中我们要做什么？我跟黄先生大概差了一代人，因为他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差了一代人。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文脉的传承，是真正的要从内心当中去思考，不是表面的。刚才大仙也讲了，什么是主流？主流的意义绝不是肤浅，绝不是表面的，是深层的。刚才这个先生也讲，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的对接，黄先生这种桥梁作用，这是我们要坚持文脉的一个传统的问题。没有这个传统，没有这个坚持，这个建构不起来的。我也希望今天能参加所有的幸福发布会的朋友，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接的当中，我们做好这个桥梁，把它架构上。所以前面有黄先生这个带领，我希望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关于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文脉的延续，我们都把它做起来。好，谢谢大家。文化是山脉，诗歌是江河，承载着历史，承载着未来。中国是诗性的国度，当诗性以天命和天道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老子的《道德经》不就是一道最美的形而上的字，形而上学之诗吗？还有《孙子兵法》，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兵法？天地人的战斗都是以诗的方式表达的。屈原以史捍卫道德的纯洁，而黄翔先生的追求带着哲思，那是关于存在与本体、宇宙与原初以及与美的理念相关的诗化哲学。黄先生之神其实就是自我意识，一旦觉醒即为灵魂，觉醒的灵魂自由的驰骋，上天下地诉说可以表白人性。祝贺黄翔先生的五本新书的成功出版，感谢黄翔先生和张林女士的邀请，谢谢大家。我们还来了很多嘉宾，都没有时间让大家再继续发言了。现在我们还有4:30结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感谢一下还没有发言的，像曹丽啊、玉帆，还有这位老作家，还有这位习正辉这个资深的摄影家，还有说不出名字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位纽约大学的这位女士，每次活动她都会来支持。非常感谢你，每次都来捧场。下面啊，有几个质问，我是谁？第一个我是谁？1962年问的，很短哈，不耽误大家时间。第二个年代我已经进入中年了。第三个年代呢，就这几首诗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五行诗的。第一个，1962年，我是谁？那是我在贵州高原哈，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守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我这一辈子因为思想朝前啊，不断的进了牢房，其实我都能够放下。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因为他们不懂，并不是我很反动。第二次呢，一个两脚兽在浩瀚的星空下问我是谁，我以外的世界是什么，生的我和死的我是什么。当我向自己要求回答时，并不信任我的脑髓、神经和视网膜。第三个我是谁哈，就在这个中心内容。我叫小学生明啊，我讨厌特权贪腐淫乱，从来没有权力的野心和欲望。众生平等，和谐相处，都是以微尘一滴水珠。我是谁？是一粒微尘，微尘中悬挂的星空，是一滴水珠，滴水中汹涌着汪洋。这些是我们内心世界啊。野兽今天
南的所有人都是诗人，都是我的知心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台湾著名诗人作家杨平是这么说的，自20年前出师黄香兄以来，除了惊艳于其人的传奇浪漫，对其诗作以论述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更是深表佩服。而其赴美的这段漫漫岁月，在其妻秋霄雨岚的全力顶住下，不时有令人眼亮的著作现世，如今又有东方诗卷本一诗出版，实在可喜可贺。第二个是诗人谢炯，我认识黄翔时间不长，但深深被他的人格打动。黄翔代表的是诗的精神，是诗在这个个人和物质被技术淹没的时代的最后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诗就是他的人，他的人因而也是他的诗，这份真实难能可贵。祝黄翔永葆活力和童心。谢炯，诗人、作家、电影制片人施雨，很短。如花少年、如虹大师，预祝诗人黄翔的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旅居荷兰画家、诗人海波，真的想去美国参加这些活动。黄老是我敬佩的人之一，这次黄老活动可以说是我在黄老光荣一生的历史时刻，我留下的敬佩之目。当然，这光荣的后面是你伟大的行动，您和黄老给人类留下宝贵的真理般的财富，这不能用几句话形容，更不是用金钱衡量，它是人类的灯标，这情像大海，大海，这是写给张琳的。下面是上层诗歌艺术杂志上层总编策展人石维写的《空山林雨沧海绝》，朱黄翔兄新书发布会成功。中国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平写，朱霍黄翔先生大作在法乐盛图书馆展出。宋庄画纸是这么写的，画纸遥祝黄翔全集成功发行，并祝黄翔先生、秋霄雨岚先生身体健康，一切顺意。诗人仰慕，并夫人张健女儿小皮子宝是这么写的，大作家黄翔、天启之灵等居住在美国，而世事面世乃文坛之盛世，特别开心黄老的大作在美国出版。最后还有一个诗人的这个巩盖雄，他写了三首，一口气写了三首诗，我只能连这个说其中一段的这个小部分。你归来还是宇宙少年，致黄翔东方大师巩盖雄。你点燃的汉语言诗歌火炬一直在燃烧，不断融化着中华世界，百年孤独的冰山，万古风流的绝唱，照亮了远古，青牛背负哲人老子，驾速超光速的闪电归来。